大家好，九哥在越南，拿着国王酒越南到处走，然后现在是看好那个房子，然后最终是370万，正常400万，370万，然后我们就准备签合同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房子，就准备基本就准备定下来这个房子啊，然后一会儿去交钱了，嗯，然后这都检查了没问题，热水器啥的没问题，都看了上下水啥的，然后还得需要打扫一下，这有通风筒，然后还有个冰箱，哎，这是一个冰箱，冰箱也得收拾，也得收拾，买一些水果放里边，要不然会很臭的。嗯，到时候让他清理吧。然后，空调啥的很凉，空调的还是 LG 的，空调还是可以的，空调。哎，然后这个床吧，也就是1米2宽。1米2宽吧，也就这样，2米的一个床，啊，然后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准备交钱，交完钱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买一个锁头，得去买一个这个，我们，然后这个房子，这个房间就属于我们的了，不是属于我们，属于他的了。这个电视，你看这个电视，啊，这个 OK 吗？你看，这那个，多。嗯，对，耶，一会儿跟黄主要遥控器，跟房东要遥控器。这里边给啥的？嗯，那个空调，那个这个冷冷，这个是冷冷的。我说这个电视，这个。啊 ，TV。TV 一样。空港，TV， 看他这个抽屉好使不？啊，有，你看 OK 吗？看 OK 吗？我看看，它这个电视可以用吗？嗯，没有。嗯，一会儿记得买电池。嗯。然后。还需要买什么？我们，先买什么呢？也不知道啊。这个房间买啥？也不知道啊。行，洗碗，先住这里吧。弟，我们现在去买电池和门锁。嗯。嗯。OK， 继续。是这样的一个房间啊，这样，然后一会儿加个门锁就可以了。买个门锁就可以了。走，这是第3楼3层，嗯，这个电梯楼梯口，这下楼梯都得注意，还没有灯。我说多看几个，他说就这个就可以了，那就这个吧。哎呀，这2楼都住的人，这里会不会有美妞啊？遇着美妞就好了，然后遇着美妞。以后我常往这跑，这是一楼停摩托车的，这一楼也是很多这种房间，就这种，看看，全停摩托车的，前面有个妹子，走吧，这一群小猫咪，现在准备签合同。房屋合同，哎呦我说找了一圈啊，我的天哪，找了这个店卖电池，但是锁它没有，锁它找5金店。那个 OK 啊，那个白7号。
啊，那个是白吗？白白。还有。这个那么熊熊熊熊。No, no. 这个 no, 这个 no。这个电池遥控器全都上不下去。空港。啊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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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okay, okay.这个五金店说的百分之百有了，这五金店。这也有小车，菜市场。哎呦，这一个新房子，需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快来。这一个是七万，一个锁头，电池没买呢。啊，有了有了，电池有了。OK 吗 ？OK。哎，现在就回去。来到这个超市里了啊，购买清洗剂，哎。啊，所有清洗剂，啊，洗碗的，还有卫生清洁卫生的，嗯 ，OK， 买那个清洗剂，收拾屋子用。这点人也多呀，这不都是吗？都可以。我也看不懂，清洗冰箱，清洗桌面，清洗碗，都给他弄了，弄全了，我自己看着买吧。也不知道买啥呀，应该列个单子，列个清单，才知道买啥。OK OK， 露出这小笑容了，一笑还挺好看。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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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OK 继续。他应该沐浴露啥的，哎，你洗头洗澡，呀呀呀呀呀，洗头洗澡的，洗头发和沐浴露，这都得弄啊，然后还有啥洗的有了，洗头沐浴露，还有洗衣服的，还有洗衣服的。刚刚有人家。他拿不了了哈，我帮他拿。OK 了 ，OK， 啊，就拿着试一下，我也看不懂。好，再买吧，你再买吧。今天也啥了，到时候再买吧。先让他临时洗个澡。啊，
这是排队啊，这是连锁超市。哎，怎么三样了？thịt đùi heo 418 gram. Cảm ơn quý khách. Mời đây chưa? Bao nhiêu tiền? 44.40多少？没有这么多。哎，那么便宜吗？准备好了，走。对对对。他们都看我拿着手机录像啥的，都看我。Hello， 出发吧，慢慢买吧，只能慢慢买了，不能一下子能买那么多。走，回来了，哎呦，是忘记了吗？这里，就是爬这个小楼梯了。继续，哎呀，你吃药了？怎么还？哎呀，啊，二楼小胡同，哇，呀。嗯，带好，不冷。搁这个房间就属于他的了，这个有点脏，到时候给他换新的或者怎么地的，这不行的。透个口，带好空冷啊，啊热 ，Hello 这个。冷rồi。空冷，喏，我一身汗，啊，还隔着吗？为什么空冷？胸怀，嗯，这地方看不懂啊，这个对吗？嗯，热，好热。冷着。空冷啊！哎，这小屋，这合同签完了，现在就已经这合同，啊，这就是越南的住房合同，就这一张纸，啊，你们有看懂的吗？有看懂的都有什么费用吗？什么项目吗？上边房主和我们的联系方式我就不给你们透露了。但是空调不冷，然后他下去找房主去了，下去找房主给我们看空调。啊，这空调房主说明天来人修，明天修，今天只能让他这么将就了。但也有一点点冷，不是特别热，也是。也可以够用，不算特别热。今天晚上你先将就一晚。OK， 以后你先住在这里。嗯。如果你。回家，你提前告诉我一声。nếu bạn về nhà, hãy nói trước với tôi một tiếng. 明天早上你去派出所、警察局补办一个身份证。sáng mai anh đến đồn cảnh sát làm lại chứng minh thư.
我拍视频记录生活，你不要害怕。tôi quay video ghi lại cuộc sống và bạn đừng sợ。这两天我会给你带一些家里用的东西。hai ngày này tôi sẽ mang cho anh một ít đồ dùng trong nhà。你也想一想需要买什么家用的。bạn cũng nên suy nghĩ xem cần mua sắm gì cho gia đình。怎么凉了？对，这50万你留着吃饭。anh giữ lại nửa triệu này để ăn tối à？我怕我忙过不来。ta sợ ta bận rộn không qua được。有事你给我发信息、打电话都可以。có việc gì anh nhắn tin cho tôi gọi điện thoại cũng được。这是租房合同，你收好。đây là hợp đồng thuê nhà, anh cất đi。晚上不要乱走。buổi tối không nên đi lung tung。外面很不安全。bên ngoài rất không an toàn。那我就先走了，你去洗个澡吧，有事给我发信息。vậy tôi đi trước, cậu đi tắm đi, có việc gì thì nhắn tin cho tôi。OK， 拜拜，撤。你这个。对。行，拜拜，撤了，兄弟们。哎呀，这终于有住的地方了，他这个地方真的下楼梯都得注意。容易摔呀，扶手都没有。我看看缺的啥，我下车给他拿来。这小屋也有人。你们看吧，一个新家都需要布置点啥，给他买点啥。评论到下方吧，啊，我慢慢给他治吧，慢慢给他买。好了，光酒喝起来，啊。